照顧咗花32年，佢五歲嘅時候診斷咗中度弱智，所以佢嘅自理能力比較差。帶埋啲智障嘅小朋友出街係會好吃力，有啲奇異嘅眼光咯，會覺得點解你唔好好睇住佢咧？你唔知傻啊！你做咩出街？咁就會同翻啲人解釋翻，都唔係咁好受。但是你又不可以不跟他出街，带着他很多地方都不去得，戏院啦、西餐厅啦、书店啦，他比较难去控制自己。有时见到有些东西吸引到他，他会很兴奋尖叫跑过去这样。照顾他就要24小时 on duty， 他行一步我要行一步，我要跟住一步，我的眼是不能够离开他的。32年了，我有时都觉得很大压力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想快点解脱。喂，阿花，陈太，快点过来啦！原来我不是只是得一个人。不是只是得我自己面对阿花，不是只是自己行这一条路，原来有大帮人撑着我。